魏小姐，多谢你愿意接我这客户，安尼我甲雅杰就会当做去美国大使啦。你妈安尼讲啦，你愿意给我机会替恁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安尼，即马请两位舅妈妈直接等，我去开车来载你。麻烦你啊。喂，你好。我想要一点去开车啊，爱你一边准备个安怎？我已经处理好啊，即马就等伊，还佫有家风的骨架送出来，还佫你两个一定要特别细腻。我会啦，辛苦你啊，多谢。你阿油门哪会怪怪啊？你车内无动啊？这，你完了吗？我无代志啦，啊，不过阿嫂好像就惊着。姐，别惊，我伫啊。哥，阿嫂把我都撑开啊，紧，速甲落啊！速甲落啊！我哪有速甲落啊啦？阿嫂，你搁徛这创啥？去车边看卖，你有速甲落啊无？阿嫂，阿嫂。马上回，西西，都去。有啊，我有加较好啊，无代志啊。是讲你也无加久啊，安奈叫我无都畅快啊。医生有讲过，有心的人身体较敏感，阿嫂可能因为向阳惊着，所以才是无都畅快啊。无你想哪开车呀？好好一段路会当开你歹开，啊偏偏拢到这来。歹势啦，我拄只迄车，唔知安怎，迄油门怪怪，啊嘛拄好无动啊，所以车就安尼冲过来啊。什么时阵你的车唔歹，伫喺伊的面头前你就歹去啊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拄只在讲，我唔是超工要甲人弄的。你讲唔是超工，就是无代志就对了啦。你若真正弄入去，死掉人命呢，你敢袂去？飞碟，我若无受伤啊，我相信魏小姐不是超工的，你莫这样生气啦。什么无受伤？只要行到安尼啊，无就惭愧啊，但后太奇妙呐，我都来顾囡仔嘞。我真正不要紧啦。我袂放心啦，我陪你去病院，让医生做检查一下。小姐，你嘛做起来啦。瑞安，你刚真正被为着万金玉，搞我变心玩受了。敢讲我伫你的心肝内，就这样比袂过伊？伫个旧厝见面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倒来，安怎？万金玉跟我要紧？医生讲金玉伤过惊吓，才会过度换气。现在雅姐在病院，不一定要动。好啊，无代志就好，我家再无代志。你敢真正是安尼想？现在才无别人啊，你免搞演戏。我现在问你，老实讲，你是不是超工开车去吓惊静玉？我无理由安尼做，迄时阵我已经解释过啊。
我唔知迄油门是安怎怪怪，我轻轻打一下尔，车就冲出去，冲往阮静宇遐去。好佳哉，我有赶紧把韩德鲁当弯，若无真正弄去哩，你袂当误会我。我误会你，你敢毋是因为我唔肯放弃对静宇的感情来接受你，所以你更小登生气，用这种吓惊方式来甲我警告，爱我卖阁坚持甲你作对，两者切断，我对静宇念想是毋是安尼？原来我伫你的心目中是这么是非不分的人，无猜我这么侪年来，为着要让你完成报仇罗家的计划，全心全意跟你斗三工，你即马为着一个心根本无伫你的心上的查某，安尼误会我，梁瑞安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过来啊！你莫故意让老天下动手，我就是袂放心你的心事。所以我偷偷带来看卖，结果竟然我亲眼去看到，你开车弄静宇，我无，你有，你就是一种爱袂着，就想要毁掉对方幸福的恐怖情人。魏珊珊，就算讲今仔静宇无伫啊，我嘛无可能去爱你的，你莫再去伤害静宇啊，我拜托你敢会用的？梁瑞安。你竟然讲出这种话来伤害我，你是怪可恶啊！阿嫂，这间古厝敢不是魏珊珊因阿妈古厝？古早来遮，真正是来找伊。我叫志豪，甲魏珊珊的车挡下手，上最后无对，就是要试探伊两个到底什么关系。那照这结果看起来，家峰甲魏珊珊真正早就已经熟识了。煞煞去啊！我的话已经讲到这啊，你若想要继续伤害静宇，我嘛无可能结点点。若有这个必要，我要去找客伯，叫伊给你调离我身躯边。你是认真的啊？你即摆为袂着一个外人，无带人咱做同行感情？这是你必要做出的决定啊！在我的心内，静宇才是我唯一伤害的人。我现在要回去陪伊啊！你是不是当个歹人？那是罗家峰的家底，万靖宇是属于罗家峰的，不是你的。假戏真做的感情，最后只是一场空笑吧，永远无可能变成真的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嘛跟你无关系。你确定真的？你放手啦！靖宇，阿姐，你哪来遮？这个月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。你敢不是讲公司有重要代志要赶去处理，现在是谁翻头就来咧见魏小姐啊？啊，而且我看伊拄只，佮家己的手干条条，唔敢放的。我看恁两个明明就是有熟识啊，是安怎要记做敢那无熟识咁快？恁两个是不是有啥物秘密暗藏起来，唔敢让我知影？嗯？静宇，你先冷静落来听我解释啊。我甲魏小姐唔是你想迄种暧昧关系，我会来催伊，迄是因为我要甲问清楚，啊，静静的巧合原因到底是啥？敢唔惊讲实话？那真正是要问清楚车祸的原因，那安尼想到被约在魏小姐的古厝啊？唔敢约在公开的场所，是不是表示讲恁心内有鬼？静宇，你还相信我？我甲伊真正无。瑞安若是无法度得到万金月的信任，伊伫罗家的处境会更加危险，一定会阻碍到伊报仇计划。罗总讲的确实是事实，伊无想要甲我安怎，是我单方面爱着伊。你
什么意思是？你跟文昂哦？我确实向罗总的表白过，伊嘛拒绝我，伊惊我对伊继续搁搁甜，所以才会约我出来讲清楚，请你莫误会伊。哥，魏先生讲的敢是老实话？你敢无骗我？我本来想讲，苏体也甲伊讲清楚的，啊，卡免影响到您对伊的看法啦。所以，你会接近雅姐，是因为你早就已经熟悉阮家风，然后想要利用熟悉雅姐的机会，看是毋是有哪会当接近阮家风。无毋对。之前罗总出差的时阵，因为朋友的介绍，我就是在伊啊。迄时阵我一见钟情，无法度放袂记，所以我动用所有的关系，把我调转来台湾上班，目的就是要接近身边的亲人。王小姐确实是我头一个目标，只是想袂到王小姐这么紧就约你甲罗总的。跟我出去吃饭，害我一时反应不过来。罗总有认出我，伊怀疑我接近恁的目的不单纯，所以才害我向罗总的讲出我的心意。啊，不过罗总讲，伊这世人敢若爱伊的夫人一个人。伊爱我，卡早断这个念想，我无想要这么紧就放弃，想要争取一个机会，伊才会约我出来，才讲个清楚。那恁即摆真清楚事实了未？你还不清楚，我阮静月翁婿，毋是伊想要拐就当拐走的，伊啊吼。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也别再想要接近我，如果不然，不能怪我对你不客气哦。老公，来等。哥，以后这款人别再接触啊。我知啦，但是讲天安尼暗嘛，路安尼歹行，恁伫咧等我啦，我甲车开过来。小等下，我要陪雅姐去试穿伊首届婚纱啦，无你载我来婚纱礼服公司的话。好啊，你只甲我讲倒位停啦。珊珊，多谢你拄只跳出来援助我，是我欠你一份情。我来开车。阿嫂，你拄则唔相信魏珊珊所讲的微信，但不过我想讲，真正无可能跟有啥物暧昧关系啊。我开始相信魏珊珊甲这个家风真正是无暧昧关系啦。也毋过拄则要离开的时阵。我有看到家风对魏珊珊表现出一种真抱歉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才调工要讲一挂魏珊珊的歹话，看是不是会当刺激到家风，看伊会有个什么反应。飞碟，咱慢慢观察。咱今仔头前的啦，去阿等家风，咱路马较宽，较好上车。梁瑞安跟魏珊珊两个又伫咧古厝家，唔知是要讨论啥？王雅杰跟万钧嘛对来家，我要离开的时阵，面相拢无讲介好，唔知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